佳慧呀、啊，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情歌，苏永康啊，陈淑桦呢？陈淑桦好听、啊，梦醒时分那时候也还蛮红的，王杰啊，王杰，开始越来越强。所以你现在还会唱那些歌吗？还会唱，现在新歌真的不会，现在去都是。所以如果有人点王杰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你就会唱的。对，会啊。林恩应该不知道这个歌吧？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歌？为什么呢？是你哦，因为他常跟年长者出去玩。哦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因为你的年代应该是差不多，至少是王力宏了吧？或者范晓萱了。所以你范晓萱的那什么健康是健康歌吗？对，健康歌。那个时候你几岁？大概是国小吧。哇，那时候还就是带动唱。就是范晓萱去国小演唱的时候，健康操，你就是在。你在学他的，跟着他一起跳的时候吗？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看到范晓萱，就是说，哦，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人。其实也还好啊，所以去 KTV 的时候点那个十分钟的恋爱，都会被嫌，被嫌什么？被嫌什么？他压力还不够大吗？回答这个问题，对，今天有点同理心好不好？你现在是更年期到了吗？情绪怎么失控？